共有队友八位队友，我们有三个小队，然后我们去找一下那个金刚好了。金刚在那个城市作乱，快点上车。可是我们好像不太够坐哎。OK， 下来我们换一台大的。这个四人座应该还 OK 吧？哇，跳过去了，他过来了。下来，准备开战了，在前面。你要去哪？金刚，给我回来！为什么有那个黄色三角形啊？我看一下，他跑哪边去了？另外一条街啊！好，不好意思撞到你了，我叫一台车哦。快！哦。出现他的头了，他走过来了，快点上车，快点！开打！我们打哪边啊？哦，他过来，快走！哦，啊，这么快就挂了，我才刚重生而已。哦，攻击他，攻击！哇，第一小队被歼灭了。哇，为什么他们都站得不动啊？攻击啊！为什么枪射不出去啦？怎样？不会吧，他是我的队友吗？可是他可以打我啊！哦吼，哇塞！太惨了！是怎样？哦，我被他抓起来打了。为什么都打不到他啊？我的枪不能发射，我的子弹，我卡弹了吗？哇，跪一下！啊，没有人可以买枪了。哇塞，这样你打得到我？这个，哇是怎样？天哪！我先把我的 bodyguard 全部都送回去好了，我被打假了。通通送走了。哦，哇，是怎样？打不了他，被他虐了。哇塞！OK， 这是我们开的直升机。金刚呢？往哪去了？在这个下面。我先绕回来一下。有点失速了，瞄到他了吗？瞄，到底是瞄哪里啊？哦，发射！哦，哇，这个巷弄真的很难开飞机耶！你瞄到坦克车了，金刚呢？在这里啊，我知道他的弱点在脚下。啊，都被他抓住了。哦，是怎样？他要跳吗？他丢东西啊！哇，他朝我过来了。哦，那什么？太远出现破土哦！哎，这什么怪东西啊？哇，这穿过去哎！哦，是怎样？啊，坠机了啦！算了，我开坦克车好了，直升机不好开。来了，跳过来了！哦，是怎样？马上就。卡到车子了，啊！那是要车子要爆，哦，这样卡住了，车子要爆了，快点，快！哦，
快快快！哎，我的飞弹居然贯穿他了，这跟哥吉拉一样无敌的嘛！他的弱点应该是在下半部的部分啊。我先过去啊，这车子好多。跑去哪里了？人呢？在另外一条街，他跳来跳去的。等一下，我先把这台车打掉，挡住我的路了。哦，这金刚很凶哦。奇怪，我的瞄准镜呢？哎，炮管的那个瞄准镜不见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他卡住了。你撞我、哦，撞我这样行吗？我给你碾过去哦。哦，不要来乱好不好？我要打金刚哎、欸，去死吧你！走开走开！对你挡住了，给我下来，要躲在上面。哦，哇，哦，在我上面啊！哦哦，他踹我的车子了！哦，打不到他 ！Oh my god！ 快快快，我出去一下，换我卡住了！啊，踹我的车子啊！快走快走快走，快走啊！追着我走了，他举得起来吗他？哦，踩踩踩！我要踩你的脚趾头，给我过来！你走的好奇怪哦，踹我哟、哦，好凶哦！哦，车子要翻了！哇！哈哈，我快翻车了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那怎样？双手举起来！哦，丢东西了！哦，是这样子的，我打地板，啊，他终于倒了啊！果然你的弱点在地板啊，脚趾头会痛，对不对？哦，哇塞，真的翻了啦！不要翻，不要翻了、啊！哎，你踩不到，你踩不到，哦，哦，居然，哦，踹我，踹我，哦，行不行啊？哈哈哈。你给我继续躺着，给我躺着，不要又又动。谁啊？那边抢劫，都去死吧你！金刚来，过来！哦，哦，你还在踩我？哇塞！哦，完全没有招架能力。哇，被他举起来了！哇，不！哦哦，哎哎哎，我卡住了啦，是怎样？翻车了，翻车了，快快快，翻回来，翻回来！哎呦，哇，这怎么走？继续继续，快快快快快，快出去出去出去，快点出去啊 ！Go go go， 他在后面！停停停，你不要再跑了，不要跑了，你给我趴下，你给我趴下。行不行？对，你就这样躺着就对了。对，没错。哎、欸，你居然可以爬走、哦！要跑啊，过来！他挂了吗？看起来挂了，真假的？就这样子而已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活起来了！哎呀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给我回来！哦，这边车子很多哎，好，全部让开，给我回来，给我回来，耶、yeah, 欸，哎、欸、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车子着火了，哦，哇，这样我有被抓起来吗？还没有还没，可是我着火了，我快爆了，哦，
狂踹我，哦，很凶啊，哦，踹什么踹啦？因为我打不到你哦，天哪，哦哦哦哦，哦，快不行了，快爆了。哇！跳过来，跳过来，跳过来！给我趴下！他扑倒了、啊。好的，这是我们派出这个166的壮嘛？这个是什么机器人呢、啊？空中机器人来对抗这个金刚啊！奇怪，这个金刚跑去哪里？哦、对这个城市造成很多伤害哎！而且我现在被警察通缉哎，我是应该。应该算是，诶、欸，我是机器人啊，照理说不会被通缉才对啊。好，就是要消灭这个金刚。为什么这子弹都穿过去了？难道他的下盘才是他的弱点？可是你看他完全没有伤害啊。哦，他对着我跳、欸，诶。打我打不到、啊，我飞高一点好了，交给直升机。我记得他的弱点在下盘，就是他脚那边，然后你用 C4 炸他的话，你才可以打倒他。哦，他在看我，哇，他飞过来了，先射他的脚。哦，很高，他可以瞄吗？看起来，哎呀哎，哦，我怎么又回来了？哦，他在我上面，我、哦、他是可以遥控他的、啊。哎呦，我先躲起来一下，哎，赶快爬起来，赶快爬起来。我觉得我再打一下就挂了。遥控遥控，好，耶，原来他是可以遥控的。来来来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还丢飞机耶、欸？不是，丢车子啊！哦，富兰克林在那边，如果被踩死会怎么样？不过没杀他，朝我过来了、啊。奇怪啊，你去哪里啊？可惜没有飞弹，不然这个机枪又打不到他。他过来，他过来了。太远的话，它又消失了。模组很怪、欸。等等，机上人可以打到哎、欸，射好久、哦。哼，难怪我现在被警察通缉了。哇，他踩爆那台车了。啊，他可以扫描吗？为什么不能扫描？还是我有地方没有扫描到？完了、啊！哦，我把他打爆了！哦，你去哪里？啊，他跳过来了，跳过来了！哇，金刚很难打呢，这样也打不到他，这样又太远了。看他被围殴好了，围殴他吧，警察！哦，行不行啊？哦哦，那个飞机挂了！哦，我要被追杀了，糟糕！哈哈，要过来，我要跑走了，就躲一下这里好了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，上去。啊、哦，我只有手枪跟小枪啊，这怎么打他呢？哦，啊，看来我们这集先到这边了。我要逃，哦，我要逃跑了，编造哦。